大家好，我是陈木糖糖。大家好，我是美汤的朋友居居。今天成都真的好冷哟、哦！你们看，我们两个把羽绒服都穿上了，还冷哦。而且我们两个今天好像姐妹装哦，一个黑一个银，太冷了，我都感觉我感冒了。你们听出来我声音是不是有点那种沙哑，有一点点？小朋友们回来了，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都带过去了。对，看美少女们都过上了老年生活，红茶，一人一杯热茶，冬天必备啊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外面这样坐一会儿，玩一会儿，就在店里嘛，反正也没有事情。而且最近不是成都的疫情很严重吗？大家所以出门都把口罩给戴上，因为现在没人哈，所以我们没戴，但是我们平时还是戴了的，一出门就会戴的。看看啊，像我们这条街平时人可多了，但是你看自从疫情之后都没得啥人，没得啥人，车也没得好多啊，车都变少了，很多摊都关门了。今天还是星期天呢，而且疫情一来，就是各行各业现在都特别特别艰难。我的最好的朋友一个发小，他们做餐饮的嘛，做餐饮实习的，肖丽。然后，他们现在两家店，其中一家之前生意都是超级超级好那种爆满的，然后现在疫情的话，他们店又很大，现在一天只能坐10桌人，只坐的，太小，而且员工都有十几个哟，一天只能坐到10桌，所以疫情真的好烦呀，特别是。对我们这种做实体的，像我店也是呀、啊。觉得我们今年就是做服装做了两年，但是经历了3个冬天哈。前2个冬天，第一个冬天是最好的，其次是第二个，就去年因为疫情嘛，但去年疫情的生意都比今年好哎，我觉得好神奇哦，这个逻辑，真的太恼火了。我想我的粉丝中应该也有很多，都是做生意的朋友，不知道你们的行业有没有什么理想哈，对吗？所以我就打算嘛，线下就店里的话就先这样吧，就先，因为我们老顾客还是蛮多的，就这样先做着吧。然后今年主要再做线上，有时候晚上的话就卖店里的货，减轻一点压力，先把今年给熬过去再说吧，对吧？线上线下一起搞。这两天我连民宿也不敢去，因为在大姨嘛，还挺远的，所以最近就不要出门，就还是在家里待着吧。然后我们在店里呢，也就这样喝喝茶、聊聊天，坐在外面，虽然有点冷。陪着美汤在这儿，还有就是我们还要弹琴、唱唱歌、看看书，对吧？对，可悠闲精致的这种生活，我们精致吗？我觉得我们一点都不精致，还是要学着过的精致一点。来，我们来弹琴耍一会儿。好，走走去拿尤克里里。Go go go。